第六课，你怎么不吃了？ Lesson 6. Why don't you eat more? 一，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二。我每天吃很多面条。我每天吃很多面条。三。这是我房间的门。这是我房间的门。四。他们经常踢足球。他们经常踢足球。五。我天天去游泳。我天天去游泳。第二部分。Part 2。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小王来了吗？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六。小王来了吗？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七，你还想吃什么？来点米饭吧。七，你还想吃什么？来点米饭吧。八，昨天你们怎么没去打篮球？因为下雨，我们都没去。八，昨天你们怎么没去打篮球？因为下雨，我们都没去。九，你经常游泳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九，
你经常游泳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十，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听说他坐飞机去旅游了。十，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听说他坐飞机去旅游了。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十一，你看见小魏了吗？他的车在门外呢。我没看见。谁看见小魏了？十一，你看见小魏了吗？他的车在门外呢。我没看见。谁看见小魏了？十二，你多吃一点羊肉吧。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我不想吃了，你吃吧。男的为什么不想吃羊肉？十二，你多吃一点羊肉吧。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我不想吃了，你吃吧。男的为什么不想吃羊肉？十三，昨天你们怎么没去踢足球？因为昨天天气不太好，所以我们都没去。他们为什么没去踢足球？十三，昨天你们怎么没去踢足球？因为昨天天气不太好，所以我们都没去。他们为什么没去踢足球？十四，你每天都运动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现在七十公斤了。男的以前可能多少公斤？十四，你每天都运动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现在七十公斤了。男的以前可能多少公斤？
十五。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小张？听小王说，小张去北京看他姐姐了。谁去北京了？十五。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小张？听小王说，小张去北京看他姐姐了。谁去北京了？三，语音。Three,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Part one.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每个句子中重读的部分。Question on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一，他在房间看电视。二，他在房间看电视。三，我九月去北京旅游。四，我九月去北京旅游。
第二部分 Part 2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重读的部分。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一，我很喜欢吃面条。二，我今天去学校上课。三，昨天他们都没去打篮球。四，这个月我天天游泳。